叩见君侯。免礼平身。谢君侯。扁鹊，传说你医道通神，名闻天下，寡人倾慕多时啊。君侯，您是否感觉龙体欠安？此话怎讲？听你的声音，观你的面色，病在肌肤。病在肌肤？寡人精神甚佳，何病之有？君侯，小人赤胆忠言，唯望君侯屈机安康。哼，真是胡言乱语。就是君侯，五日后小人再来叩见。却进见。君侯，难道你还不感觉龙体欠安吗？君侯，你的病亲血脉已入胃肠了，如再不治，危及生命啊。哼，把他轰下去。君侯，再不许见我。君侯，走。君侯，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呀。等一等，扁鹊，此次为何逃避寡人？君侯，扁鹊乃卑贱之徒，行为怪癖，何必在意？速派人追问，是何道理？是。扁鹊休走。扁鹊，前三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，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？嗨，病在肌表，汤药已制止，在血脉，鞭针已驱止，在肠胃，酒劳能救急呀。如今病入骨髓，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啊！此话怎讲？如今君侯病入骨髓，已无法可治了。什么病入骨髓？君侯打猎，精神甚佳，你不要妖言耸听，糊弄权术。哈呀！君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过了五天，蔡桓公身体疼痛，派人寻找扁鹊，已经逃到秦国了。蔡桓公于是病死了。君侯，君侯，我不该不信君侯。